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嘉义品牌，我是嘉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支梅花戴多尼的一款瑞士品牌，而且这一个也收到我们讲了很多人的一个热捧，而且还是我们讲的一个热门款，所以今天我要为你们先介绍这一个款式。而今天想要了解它的时候，我想要跟你们讲一下它的一款历史背景。好，这个戴多尼公司哦，它是在1919年就已经创立，而这一个品牌呢，它已经是经历了百年的一个制表公司。自古以来，这个梅花的出现呢，就是代表了一个戴多尼的一个价值观，代表的耐力、活力跟我们讲的韧性。出于这个原因呢，这个家族的这个制表公司呢，在1950年的时候决定要把这个梅花的这个 logo 做在他们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 logo 标志。戴多尼会推出这个 Heritage 版本呢，给嘉义就是讲说，它也要跟上一种我们讲的热潮，也是讲说这个对我们讲爱表的一些人来讲的话呢，现在他们追捧的就是我们讲的一款熊猫系列。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款式的时候，嘉义本身也是想，他本身戴多尼也要给你们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也要有自己的一个一席之地。一般对嘉义来讲哦，戴多尼而言啊，就是一种我们讲很简单的一个经典款式，而且我们讲啊，就好像 Master Series A Master 跟 Commerce 啊，让我们感觉到很轻松的一款款式，而且是我们讲比较简单的一款元素，而且我们讲戴上来的时候适合我们讲的上班族。非常非常的漂亮。好，来，我们今天先开一下这一款的戴多尼的梅花。打开的时候，里面它会有一个我们讲的这一个保修，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说明书，这个是他们的一个service and repair， 就是讲他们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维修中心的地方都有地点，全部都在里面。然后它有一个我们讲的保修，就是它的这一个两年保价的一个款。当然这一款的这个盒子是看起来非常高贵的，全亮面都是我们讲这一款是木盒的一款青色的一款油木设计，非常的亮丽，有没有？非常的漂亮。打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来，打开里面它就会有一只手表，而这个手表里面它就会有一个我们讲的这一款是热门款的一款熊猫设计，而且你佩戴起来的时候这个款式特别特别的漂亮，这个也是本身嘉义也非常热爱跟喜欢的一个版本。而今天嘉义想要跟你们介绍的是这一只是我们讲现在也非常流行的一款熊猫设计。为什么叫熊猫？因为熊猫哦，它们的眼睛一样是我们讲有一两个黑圆圈，对不对？所以它们这款是带有一个我们讲的熊猫眼睛的一个特效。而用原始的这款，我们用阿拉伯的一款文字作为一个设计，让它这个手表也呈现的方式没有那么花俏。而且我们讲在表针这个地方都有带上我们讲的 Super Luminova 的一个夜光涂层。而它的这款轴承，我们讲的这款是41mm diameter， 而这一支防水性一样可以达到50米，一样我们讲冲凉、洗手、游泳都没有问题。而这一款是我们讲全 silver color。这一款的五珠钢链呢，它戴起来是我们讲的这一个有高度的抛光打磨的设计效果，旁边两边戴的是拉丝底带，但是你这个你搭配起来的时候，手感是特别特别的锁定，特别特别的好看。这个特别，我们讲这一个戴上去的时候是特别有质感的一个方式，而且这一款你戴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而后面还会带有一个我们讲的透明底盖，可以欣赏到计时的一款即兴的迷人景色。而这一个款式我再说明是，这一款它是两圈的功能是，我们讲左边是独立秒针，六点它还有一个我们讲的独立日期显示，右手边的那个是我们讲的计时功能，是到30分钟的一款计时功能。如果我们讲要计时的时候，我们按这一个计时功能器，它的这款秒针就会开始执行他们的一个秒针设计，走完一圈60秒。右边他们带给你们这款是30分钟的一款计时功能，带的这一款是 SW510 机型，然后你按暂停跟重置的时候，它会马上归零的一款跳回针。好啦，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啦。如果你有喜欢嘉义的一个视频，请在以上留言让我知道，或者一定要按赞、分享以及订阅。我们下一期见。